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！我这边没看到啊！我这里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！可是你要自己打下来才有。叫我啊！等我一下，好了好了，我来了。<笑>我抓完了，哎、欸，一只二十五点呢！又抓了一只回家。我空中可以飞两只了，好爽。 哎、欸、走开！我要抓走开呀、啊！<笑>我帮你打他，我。这是比较近，哎、欸、没有。天哪、啊！瞄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杰克不要打他，杰克不要打他！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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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。在放什么？放歌啊！这也有这也有。好，我先摸个刀，等我一下啊。 有了有了有了，远古赞呐！扶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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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TT 是谁？好了，来吧。不知道有个叫 HTT 的加入。哦，那个是，那个是，那个是。你不要。哦，哎，红石口袋江江的朋友。啊。哎，会的。 我帮你多打几，多打一下，看他会不会不玩，可以回去多拿一点东西。<笑>多拿个奖励。对呀、啊，多少拿一点嘛，不然都可惜啊。集成了，集成了。好，你走。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你是为什么突然停下？哦，我没有吃饭呢、欸，突然想到。哇，我还没拿箱子的东西呢。<笑>下来喽。 可以帮你吹吹。好，我这都吹，我尾巴差点摔到我。哎、欸，你血太少了吧？啊，我就没吃饭没、欸。哦，我这样补起来好爽哦、喔。<笑>很有成就感啊。有啊，补好大嗝哦、喔。就是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其实你们打错字了、欸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他就在撸小我们、啊。不是啊，不是我们刚刚在抓那个抓虫哦，那虫那就一直来哦、喔。 哦，好哦，我想说你们打的那么开心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遇到那种抓虫的时候，旁边来乱的，就是要把他打死。跟我们两个，跟我们两个组队的，<笑>感触良多，好不好？不然他就在旁边一直疯狂的打断你。只要打爆他，真的，他跑走了，他去下面。杰克不会动了、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打字。好好好。 你又在龙前面打字了吗？<笑><笑>上次不是才在龙前面打字吗？啊，有一只吼，一只吼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会火了！哎、欸，还有一只摄影机，忘了啊！摄影师来拍照，摄影师来拍照了！哇，气球被抓了！气球没有了，气球爆了，气球爆炸啦！ 哎，摄影师，摄影师，别闹！摄影师，哎，又是倒了。摄影师要拍了，摄影师要拍了。快！啊，行了。摄影师走了，摄影师走了。啊，摄影师走了。他拍到近台画面了。真的，哎，拍完喽，可以走人喽，可以交稿喽。耶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。来吧，两只都在下面了，要交任务的那一只。<笑> 我走了，哎，播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，这次不要再打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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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鱿鱼。我看小鱼旁边有，有我也看到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没捡到。应该有翅膀了吧？有哎、欸，有忘记非洲人。好啊，那就再打一局喽。一堆皮耶、欸。结果我是风飘龙的研究生级。等一下，他是要这样算虐尸吗？没有虐尸啊，他还活着哎、欸。
好看一下，刚是拿到翼魔，可是好像是要翅膀。我、哦、忘记按了，对不起，我在看右边的直线。小猪，对不起，小猪生气了，小猪生气了，要走，小羊，小猪气扑扑。看右边的，好了，不理。悟空龙的翼，哦，太辛苦。哎、欸，可能是要打上位的哦。啊哒哒哒，对不起啦，按太快了。感觉是要打上位的哦，因为他是要打翼，他翅膀，哦、不是翼魔，所以我们要打上位。耶、yeah, ，上位的。等下等下，拜拜。狩猎浮空龙，嗯，还有更好的，捕获浮空龙一个金两银，都会去瘴气。狩猎、嗯、不一定，我看看他有什么东西，我再决定要去。但是粉红色的兔子，嗯，他那时候都在大白天，然后会在那个，嗯，嗯，走来走去是。我这边接吗、嗯？我看看我有没有上位的，我记得我打上位。我看看，等级现在可以打吧？他只要十一等以上就好啦。对啊。风飘吗？浮空。浮空。我一个两金的，可是十五分钟。哦可以啦，的可以打，就是进去赶快打一打，就认真打，就不要去找找虫，对吧？不会啊，我之前跟杰克两个打就可以就可以过了。嗯，那就来来来，加加加，好，感谢巧克力，还有烤鸭，哦不是烤鸡，烤鸭，烤鸭送的烤鸡，烤鸭送的烤鸭，他不是送烤鸭啊。哎，如果有的话，他就送。小猪表示还不赢吗？要摸多久啊？还摸？送还不赢吗？弄那么久，你干嘛？繁星进来了，杰克进来了，还有音乐。啊，我在换装备。好，好，我接了。他能猫几次的？我看到，忘了、欸，没有注意看嘞、欸，两次吧，还是忘记？那就跟标题打的一样。什么？进来先猫两次。对，对了，我被丢包了。装盲的音乐家。装盲的音乐家，可以啦。哦，有陷阱啊！吃个饭啊！因为要捕获啊！我解了几件特殊衣，特殊衣是什么？你说猫？嗯，特殊衣是指就是那个什么衣装的那种，应该是吧？他的意思应该是那个吧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应该，反正我目前任务有解到的，我都解光。白痴哦、喔！我喝解毒剂，喝喝喝喝，大家觉得口渴想喝吧？啊，口太渴了吧？看那个人在这里，哪里？在底下，上了吧？卡超，卡超。
喂。跳。咚。打咚咚。那是要搭缆车过去。这是在缆车那边吗？嗯，他这个岛看起来就是搭缆车。来啦，看到啦，在三三，这是捕获哦，要把他揍死了。他怎么在楼上啊？能做的死呢？爱说笑呢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好说。爱说笑呢？有时候不小心就把他揍死。真的，能揍太开心就把他揍死。WiFi 图案了WiFi 图案就可以来演奏了。好，还有风压吗？算有吧。他吐那个气的时候就下来了。他也下去了。跟我下来呀、加无限欸、如果有风压无效，那我们打那个风飘龙，还是你说风翔龙？风翔龙就好打很多。可是要先等到繁星解到那边啊。嗯。有一些衣服是有啦，那就要冲。嗯，欸，骑上去了。在哪？看到，在做该做的事。而且会被摔下来。我要一直有得到体力恢复小。错！啊！大龙越来越高了，越飞越高了。鸟语下来呀、啊！那不是我。我是我。下来啊、他下来了。咋、啊？你说这种点法，他不会很容易死？我是觉得应该是会了。超级凶巴巴的点法，他等一下一走掉就开始搏，开始搏，一直搏，可以得到。好，走。BP 小子怎么会？啊，松鸭不 Q 了。飞角龙啊！我又没抓到，哦，我抓到了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在聊天在聊天，超不会抓藤蔓的，我每次都掉下去，对不准。嗯，一只，那个水母可以走啊。睡眠瓦斯蛙哦，可以啊，青蛙都可以抓。那个粪金龟也可以抓。那我不知道，我那天想抓粪金龟，不要踢了他一下。那个鳖也可以抓，超多东西都可以抓。反正只要是活的生物都可以抓。嗯。那种可以打死八皮都不能抓那个。他一掉下去，看到两个兔子戳他，粗暴了。哪有？部位破坏、欸，哪里？脖子吧。
他在喝药，好我的。是否要停手呢？是否要停手呢？嗯，差不多了吧。我来试看看。好啊。啊，他败呀、啊！哎，卡超来了。没关系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怕，杀卡超。快打！快！滚！他在哪里？哎，在这。他冲过去了。快快！还在，还在。哎，我怎么在这？被抓了。切礼物，好、啊、捡东西啦！不控掉落物，爆 kill 掉。哇！有特定什么？好爬文，送奶妈妈被当奶妈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！哇，也是拿两颗龙玉啊，好爽啊！哎呦，好多萃取液，可以做更多的鬼人药。谢谢五十九次。超会补大补课谢谢松鸭的耳机、欸、又来摸你我出去了现在有找到几件现在是青蛙的、羊的跟探险的，还有一个国王的新衣啊。嗯，还有国王新衣，可那不是很远吗？我懒得帮他去找。在上面啊，对啊。睡着。睡着。哎。月。嗨。攻击猪都只能用打。你可以去炼金呢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去赌一下啊。炼金也有机会。深海的炼金术。对啊。对啊。他那个，你可以用那古代龙人的炼金术那个啊。风飘龙的四个。普通爪还是尖爪？飘龙的爪。的爪应该。爪应该是下位吧。应该是吧。尾门。然后应该是下位。还去。那就现在打一下浮空龙喽。再打一下。我说还要打风飘龙哦。嗯。风飘吗？要浮空。我打算玩其他武器嘛。毕业再说吧。当补好玩啊。嗯哼哼。我其实玩很多游戏，我也都喜欢玩补士。可是因为打这个，我想说要有时候一个人要打，只拿补士很痛苦，没什么攻击招，太累啦。哎，还有一场，哎，这是几个人的？看一下，这个也是个。接打，哦，捕获，菜刀不是啊，这是超虫棍。发现，发现，很累，刺客超累，我不喜欢玩刺客，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玩那种太近身的角色。可惜，我喜欢法师，反正我要不是当捕士，就是玩法师。有在后面的会当捕士，什么故事？凄惨的爱情故事，凄惨的爱情故事吗？对，太多书，那个女生太低，哇，就完了，跟那个女的，哇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箱子东西。好。喂，有带。
双暴灵结束就是干珠子跟什么乌碎龙脉石，就是炼金的时刻。奥秘法印，那个是涂鸦，他应该会写问号问号的涂鸦吧？我记得捡起来不是会猫在上面啦，你骗？哦，是猫在上面吗？哪里啊？啊，我这边下来，我要上去找他。在哪里？我看看。在哪里？哦，脚下这边。你说黑黑的猫吗？还是怎样？找他、欸，他看一下。小伦。哦哦，这个是那个啊，这个场地的猫猫。就是如果你跟他解完任务之后，你骑在那个龙的背上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用藤蔓陷阱来帮你。那应该是不知道是我的还是杰克的，杰克不知道这样有解过了，因为我的是各个场地的猫都解完了，所以我还没解完。剑手剑是哪个双刀吗？不是，拿一个小盾的那个小刀加小盾，小刀加小盾。我看他不会动，还是正常的吗？哦，真的吗？那就没有一斤了哦。因为这个剩最后一场了，我之前有在打。到了，他飞走了。他飞走了吗？可是我现在看他还站在这边、啊，他在我们这边啊、哦，他飞上去了。在我们这边、啊，在上面飞啊，飞啊！加五十刀，好。我总觉得我又跟你们有……嗯，你又有时差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调回来。我也想调回来啊。那之前音乐就是跟我打一打，打有时差，结局还不一样。一个平行世界啊！对啊，好扯。啊，一锤！喂！明白。假如风压是怎样的？就它那个有吹出来的风，这一只的话是这样，就它有那个旋风，要那个吼式耳塞。啊没，亚路在哪？在刚刚打他的那个位置上。哦，我又没跳到，对不起。你再掉下去。嗯，每次都一直跳的。瞄不准，就跳上去跳到边边可以爬藤蔓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啊干，跳两次都没跳上去，我气死！打钢龙到超大风压，啊，他们在等我啊！啊，我终于跳到了。啊，睡了。来，我们一起睡觉、哦。你们晚安。我摸个刀，你们睡一下。我醒了，我醒了，我醒了。哎、欸，我放桶。啊啊！你怎么把他叫醒了？我想说你们要叫他起床了，好吧？放桶子、啊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他自己炸了，他自己炸了。可以哈，不需要我哈。你可以采采矿，好抓水母。好。好，你抓水母。没关系，我超级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之前也是抓水母的人。就是我。
哦，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出团会很危险。真的，我们都没在做事，我们都在做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两个人就到处跑。就哎，旁边有个矿挖一下，哎呦，湖被踩一下，哎呦，有虫有虫，抓他抓他。两个都没在打主线。好可梦哎、欸！抓他！好爽哦，好多哦！天啊，他贴我好近。哎呀，骑上去了。在哪？不行，中小雨的感受。很开心啊，你不觉得在那边抓虫超开心的吗？起来喽！啊，抓宝可梦。对啊，超爽的。哎，补了！哎，补了，抓了！老子甩个刀！啊！啊！我硬要甩！哎，我来了！哎！哦，有了！有了！我想说他怎么没有醉？我来捡掉落物了！来来来，看看附近有没有？哎呦，防御龙，是有！挖一下，挖一下！原来是魔物猎人 Go 啊！我以为是 Pokemon Go 啊！我把陷阱用光。用掉，用掉，当个免费的用掉。也好累，擦一下好了。真的可以送火箭吗？可以啊，你有钱的话。哎、欸，没有。前提是你有钱的话，那就再打喽。啊，应该是不是因为我们翅膀没破坏、欸？有可能。对啊。哦、打他太快了，不小心就死了。翅膀都还没破壞。哇，我上榜两个哎、欸，赞啦！好了，八只水。要 P 反能不？紧。八十。嗯。很多人。嗯。才刚来。嗯，所以你翅膀还有缺，好，看看有没有。我好像还有一个，看看。那是不一样的，不知道那个是要干嘛。哦，他找了，他找了，他找了，他找青蛙装了。在哪？然后拿出来不是青蛙装。有一个一金两银的，好，好，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换衣服。来，青蛙，开的、啊，都可以啊。最丑，那就是粉红色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最讨厌的颜色就是粉红色。他的眼，黑绿。晚安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国之歌。要是那种亮到眼睛很刺痛的那种。也在这里吗？什么布丁？什么布丁？我们家布布吗？他也不叫嗯，我们家布布原本叫什么？他好像是叫布丁没有错，可是我们都不会叫他布丁，都以至于我现在忘记他的本名叫什么了。哇？嗯，他是叫布丁吗？忘记了。好了，本名被忘了。被遗忘了，本名这种东西只有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才会写、啊。我
为什么蓝色箱子里面是哦，原来是 building game 哦。哦，会啊，会啊。我想说，布丁在讲我家猫吗？它是叫布丁吗？完全忘记，操废。等一下猫就看着你。不是，我家猫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因为虽然我后来回家住，可是它看到我时间太少了。欸，有陌生人，他每次看到我都超凶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来我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外面读书，所以我只有很少很少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会看到他这样。方向。欸，我看到有人吹笛子。哇，这个是猫猫吧？对，猫猫，他怎么跟他对话？他在哪里？他如果在石壁上，你就没办法跟他对话。为什么有人交错了？不是这里吗？不是啊，我的岛从包岛上来。好的，我回来了。我想说，怎么交错对话？不能啊！没有在哪里？看看。欸，为什么岛从包往上岛？妈妈哦，这不能跟他对话，不然就不能跟他对话。这么岛虫是往上打啊？浮空龙会上上到这上面吗？让我看他这边欸，这是风飘啊。我打到奇怪的地方。浮空不是在我刚滑下去那边吗？他怎么包？欸，为什么岛虫包岛上来啊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七笑，喝醉了。笑，他又醉了吧？那他又醉了吧？喝醉了。那我要下去了。我要下去。我记得前两场都是在下面。哦，对啊，他在下面啊。他飘下去了。那我的岛虫在醉什么啦？哦，岛虫哦，醉哦，有喝哦，喝很多哦，是不是跟姚姨妈一起喝啊？一起摇起来咯。你们说交易船在哪里啊？啊？嗯，交易船在哪？欸，他在一楼，在一楼，一楼。那，欸，他有时候会出现啊。他会出现，你要看他是好像几回合，四回合、五回合，他是一个坐在地上的阿贝。对，他名字叫船长，就是那个三人组有没有？然后你再往里面走一点的右边，三人组往里面会遇到那个杂货商人，再进去就叫他了。哦，看到了，船长。哦，对对对，船长。我说林北带了不少好东西哦。他没有说林北好吗？这么毁坏人家？对啊，他是说本大爷。对啊。说到布丁，好久没有看到 RP 了。他们都在啊，只是他们不会来我房间。不是他们不会来我房间，他们不能来我房间。在我房间有铺巧拼啊，所以他们进来会咬。到时候不小心吃下去，嗯，就麻烦。等我铺巧拼。啊？不会吃啊，铺巧拼。对啊。就是铺巧拼之后，我就不让他们进来，除非是我有看着他们的时候。嗯，不小心咬到的时候，赶快阻止。对啊。等我之后，如果我买地贴回来，贴把桥坪都盖住之后，他们就可以进来了。等我啦，等我有钱啦，等我发薪水。要了，要了，要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快发了。不是干爹发啦，不是干爹发薪水啦。干爹要给零用钱，没有啦。干爹已经给了，干爹现在每天都还送啊。你太猛了，干爹。干爹超猛啊！干爹每天制造一个捧花，超强。哇啊！哎呦！好干爹。盖球盖。打翅膀，打翅膀啊！过来打翅膀，打翅膀，打翅膀！打得太旺，我都忘记要打翅膀了。真的，翅膀爆苗哎！就跳到上面一直转啊，跳到上面一直转，就一直转到翅膀。啊！我看到有人跳下去。我没有跳下去，我跳在冰冰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哦，我掉下去了。我还记得有这个虫子。
你掉落物在哪里、啊？拍水拍水拍水，吹笛子吹笛子。拍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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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绕远一点绕远一点绕远一点。不是一直绕。对对，掉落物。绕远一点绕远一点绕远一点。我捡到。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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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打到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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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讲了，先讲了，先讲了。哎、欸，先讲再打，是不是？残爪，残爪，残爪，打起来了。啊，没有到。啊！有人掉下去了。来来，小雨，我们来比看谁先到。哎、欸，小雨脱离机会。啊，没有吧？我还在啦。我看你脱离了。我脱，很脱离了。我看我还在啦。管不管？来这边看小雨。啊啊、很难跳，这游戏最难玩就是抓神兽。抓神兽吗？神抓神兽，神兽啦，不是神兽也是啦，蛮难抓的啦，也是很难抓啦。泄、欸、风了呀！你太早跳了。啊！不要气死。又滑了。只要一直跑就可以，有吗？我看我断了。有啊，有，那去不跑啊？真的吗？不用跳吗？啊，不用，你就一直跑过去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我是这么做。小雨不见了啦！我不见了，我要去找他。看不到了，跳他。那我不用，我你看我跳过了。自从，哎，没有人跟我说只要一直跑就可以抓到啊。他离开了吗？我已经离开，不要去打他。我要跟着我的猫一起去打他。再点六倍也没关系啦，风飘龙这个还好啦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五十分钟啊，非常。嗯。那先打谁啊？打上面那一只啊，下面那一只没有要打不是吗？他可是还是在鲁小我。不要理他，不要。不是，那你们要帮他，他也是被鲁小哎、欸。你说是鲁小我，你说不要理他。不要理他。我说不要理那一只，走了，走了。好酷，不要理他。对不起，踢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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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差点撞进去那个烟里面。这条跳两次绳索、哦，那就明灯 2.6 吧，才不要零。啊，没有跳上去，是不可能再挑战明灯 2.6 的。越战越勇啊！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只要一断线，好，拜拜拜拜拜，啊，拜拜拜，六六六六六，我现在已经都这样了，啊，出现啦，我的猫猫们，哎、欸，在睡了，那就直接带回家啦，回家带回家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翅膀没爆哎、欸，打翅膀，那只好再打一下翅膀喽，那怎么好意思，只好多打几下，演奏的不难听啊。他很生气耶，超生气！你那就跟珍珠美人鱼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的反派就觉得，哦、反派就觉得啊啊啊！我受不了了！美人公主，不要再唱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没有带哦，你走有吗？刚是不是掉落物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掉落物啊？啊！你杰克洞谈不得。嗯。啊！翅膀给我打一下。已经没有什么这快打死的这种事情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已经没有这种事情了，不可能。啊！没事。翅膀。他还是死了。嗯、啊，我这边有打破一张啊，可是你们跟我不在一起了，嗯，就没办法了，不同时空啊，
畜郎。啊，但是睡觉的时候脸很可爱啊。他肿起来很可爱。对啊，肿起来的时候也很可爱。我拿到两个翅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不给我？啊！为什么不给我？然后一直打杰克。为什么不给我？就是不给你！我要乱唱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什么？我哪天会不会想玩扩散邪教？会啊！我不是说了，我之后如果打一打，我就去玩了。哎、欸，我有三颗龙玉，真的，这版本龙玉真的太好掉了吧？超级多的，超扯的、欸，太扯啦！没有，这里拿到两珠子，三个龙玉啊！哇，又没有翅膀。No、哇，又龙玉啊！感谢，哎、欸，是泽平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！感谢泽平，么么哒。么么哒，么么哒，在哪？你来的很不错，因为我正好要下班了，十一点了，刚好，都好，来的很准很准，没有问题。相棒，クエストを受注してください。例の鉱石の主は目の前ですよ。啊，繁星有掉吗？没有，结算，没有，就。只好再打喽，真的，只好继续打喽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累了。奈火又可以打暴灵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再说了，再说了，搞不好下次开台再打，对吧？那、啊、下次开台的时候，我已经打完喽。那我打过喽，超开心的吧？啊，都没有。如果我打过，你们下次就看到我就是拿狩猎底了，好不好？好气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关台，大家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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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我没有任务接、欸，等一下、喔。可以叫。哎呦，他说同等级的也算吗？同等级什么意思？他有个狩猎什么？哈？狩猎炫鸟等。哦，那是只有一只。那是还要打两三只以上啊？嗯。哦。要吗？没啥，都可以。好，耗时间，只是有时候那个奖励，奖励会被分掉。哦、那杰克你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？你是哪一只？先打浮空吧。浮空还差一个翅膀。我一个是他们有一铜一银一金，然后一个是一铜两银。有拿金的吧？哦。艾伦打给我，好。感觉之后我们要多打古龙，想要做完全部的武器哈。来，回来了，好快，要不要吃完？吃。艾伦，我等一下还得开一通。神导一哦，没问题。好，点。我看到，哈哈哈哈哈哈在打泥鱼龙。嗯，还打水袋啊？嗯，还是跟他去玩。因为是下一场吧，这场我加那个加倍。哦哦，好，那就进去吧。这样加倍，嗯，那就进去吧，帮他捡回来。我看一下，我太刀，知道没破坏有几率，可是就是非洲人啊。
雷暴气也是很后面才做出，打不到那个什么。我还没洗澡，等等，打完这一场我要先洗澡。好。好哇！我在看刀子。好的。麻痹陷阱不能用啊！不能在水上用。啊！那鲶鱼龙怎么用啊？你要把它引上去啊！把陷阱放在那个陆地上。对啊。哦，还没有陆地。真的觉得刚今天都跟小雨冲线呢、欸，有点刚小雨在的时候有点卡卡的， oh. 现在就还好。这个网络真的是，哎，这个网络很不优。要打什么风标？悟空。悟空。今天一直冲线，嗯，还蛮严重的，嗯，希望六号改版之后能够好一点哦。他六号改版了，这个是谁？暴鳞龙啊！哦，那个纠察队。他不要。啊！这些太刀的拔刀好难哦，因为他要上两阶段才可以是攻击最痛的时候。嗯哼，然后他要靠腰，他来干嘛啦？对啊，他真的是靠腰。他要嘛你挡到别人的攻击。挡到在反击不是吗？对对对，挡到在反击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对不起，你的那个空气斩要中了，嗯，整套要中才算没错，他就说玩得下去啊，试试看啊，不过伤害真是蛮可怕，他飞走了，有掉落物，我知道有很多的炸弹。赶快跑！赶快跑！赶快跑！啊，没够到！大应急。好了，哎呦，打你四方，哎呦！
力的瞄准他的四把。哎呀！晕血，我懂了。好，懂了。还有，你掉了我这里。嗯，等一下磨个刀。什么东西？点了一声。他们藤壶爆。加320哦，达兰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我的麦克风。麦克风。有。那心。哎。这样，假如你有地穴，那个地穴珠会比较好，可以挖四次。可以挖四次。没有，我要的是点数啊。对啊，但你就可以先那种挖四次。多一次。哦，是哦。嗯哼。滚啊！滚啊！对不起啦！对不起！每次我要砍的时候，你就飞起啊！会跳舞啊？跳舞？那反面还在开哦、喔，对啊，不能讲秘密哦、喔，秘密晚点再讲哦、喔。好，那我跟你讲秘密，就是没有秘密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啊，还有那个啊，那個、就是那个今天斗牛士输了哦，斗牛士又输了吗、啊？你为什么要讲出来？那很痛，太痛了，斗牛士又输掉了。我没看。上一把我可以加攻击力，但是不能。嗯哼，哇，就是需求不一样。吃到化妆水。翅膀怎么这么硬啊？刚刚也没那么硬啊，因为小雨在嘛，好痛。娘？也不是吧。谁啊？风飘、哦。嗯。他好厉害。没有，他没有翅膀，没有很硬吧？哈喽。是我刚刚打了两套了，倒下来打两套、三套了，他都没死，我都没破。疗烟筒，疗烟筒又是什么、嗯？装备的能力吗？就是你会插一个烟筒在地上，然后那个区域可以补血。嗯，哦，不要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搓了，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吹啊。啊，真的哦。对啊。可是龙都很白目，都一直撞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仇恨值特别高，哇，我特别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算没站人，那个龙也会一直冲过去。那很聪明哎、欸、，AI 算很高啊。对啊，就是、你一插下去之后，就全部都一直撞那边，白痴。就是要我消耗东西嘛，叫我去做。那个东西做，那东西、那個、不用啊。哦，那个不是消耗品哦，女生衣装是一样的。嗯，它时间一定时间就会重置了。哇、嗯、哦， wow, 怎么做？啊、哦，杰克。没有，就是你想用了，想用了。对，在箱子里面，不是箱子，那个换衣服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我吹。啊，被吼下来了。我觉得他不用做，他直接好像任务点到那边就有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在道具那边就可以。你变更装备那边去变一下，把那隐身衣换掉就好了。哎，一个翅膀爆了。翅膀爆了。还有另外一边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也爆啦、啊欸？没有，
哎、欸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两边都爆了，好，可以自由打了。这一次再没翅膀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两个翅膀都爆了。被抛了，被抛了，被抛了，被抛了！赶快跑，赶快跑啊！白星，快点撒粉喽，撒粉喽！快快快，我在烧，我在烧！晕了，晕了，不！哇，撒不回来哦！究竟有没有翅膀呢？任务失败。我们有破两个翅膀了，他应该有回任务奖励吧？有哎、欸，一个、哦、就一个，啊赞啦、啊！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赞啦，赞啦，赞啦！一个够吗？够，就缺一个，他就缺一个，大概就是，再就是风飘龙。那你们先打，我去洗澡。好，小雨回来了。风飘龙。那等我一下。好，好，换武器。然后抓宠物的，再换那个。装备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那边有烟筒可以装备。感谢感谢感谢，打一下，外换了翅膀，对呀、啊，好爽啊、哦！大盆，哎呦！苍火龙刀，对呀、啊，那把还不错，真是不用属性解放。我在看太刀。哦，我想说，你说那个超长棍，超长棍差不多了。只是都插古龙的那种。嗯，古龙的我都没打。飘龙的，那个爪是下位吗？感觉不是。爪吗？尖爪是那个上位。尖爪是上位。哦、爪而已。下。嗯，下。我要打火龙上灵跟苍火龙之翼，反正要打什么？凤飘，凤飘，下位，下位，啊龙。他这个铁鳖可以干嘛？踢他会掉石头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。嗯，好不好，或者你可以把他抓回家。就抓回家比较可爱。像那个石头真是、没什么缺。一桶两银。你有任务哦。我有。跟一银一金，